先量你的血压，先不要动到它。啊？量血压，我先不要动到它。嗯，对对对。好、啊，我先量个血压。好。那可以睡，好。来，你手举高，来用力，握紧，再握紧，再握紧，握紧，很好。来，这只可以吗？这只，你用力握紧看看，握紧，你手可以举吗？稍微这样抬会不会会痛吗？会痛是不是？所以你是这里会痛是不是？这样会痛，会痛。啊，那你手自己抬看看，好不好？你自己稍微抬看看，这只手稍微抬一下，好。就是这边比较会痛。好，啊，你这只脚用力抬，用力，这只脚用力。怎样？抬高一点，用力哦，撑住哦，用力。好，那你这只。你稍微抬来看一下，这只右脚，这边上，来稍微抬看看，会痛，好。所以你是现在是这边跟这边会痛，是不是？好。眼睛我看一下，来眼睛。
早上有没有量体温？38。37吧。是吧？哦，先吃饭好了，吃完饭等一下冰敷。现在吃饭。别吃饭。现在要不要吃饭吗？吃饭。小姐，这个是可以换别的吗？这个是很容易掉哎、欸。很容易掉。那这小姐，那太难打了我。哦，很容易掉。我要看你一家好不好？这个很容易掉，这个不会那个。算了，那这个坏的东西。等一下，我们两个一起拉这个。不能拉，这个不能拉。这个不行吗？对啦，这个不能拉。没有，它原正常是可以的啦。这个不能拉，真的不能拉。不是，我是说正常是可以的啦。你要听我讲话。这个这样很容易掉了，这个很容易掉了，弄到阿妈，这个掉弄到阿妈。大人。可以啊，这样可以啊，你用力压是可以的，但是要卡好啊，就是你现在用力压，你自己用力压。对了，这个弄到一点点都会。所以我就说你要卡好，卡好就可以了。就是你赢到这边，你就用力压一下，确定不会怎么样，可以哈。对了，这个容易掉了，容易掉。之后再用力压一下，看到不？对了，我用力啊，每天这样，有时候会掉。
要放这边哦。好。然后他因为他现在还有在发烧，就是体温比较高。目前李医师说，就是那个他的退烧药一天会吃三次，早中晚饭后。所以这个黄黄的是那个退烧药。好。对，就是目前的话会先吃个几天，看体温会不会稳定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要不要冰敷？等一下，要不要冰敷？你说整冰枕吗？药可以啊，可以用啊，可以用也可以不用，没关系。哦，这个没有用到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明天。谢谢哦。不会啊，我药放那边了。好，可以，谢谢。谢谢。刚刚很棒哎，不会这样哎，我看那个跟你的干爹讲，对不对？这边不会这样哎，还有力量哎。明天我会那个自己走一走哈，走一走一下运动了。Halo teman-teman, aku nungguin nenekku makan malam teman-teman. Seperti ini aktivitas aku di rumah sakit teman-teman, nungguin nenek ya, jaga nenek. Di sini dulu video dari aku. Ini tadi cuma sekilas aktivitas aku ya. Aku pengen perlihatkan ke teman-teman. W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. Bye bye.